咱们家乡学生伫大门口来热情做跳舞，欢迎因这个来自日本的校长团来做着参访。有即群贵宾来访，主要是咱们家乡是国际教育旅行联盟的副总会，而且学校有关系。国际教育旅行联盟已经进入到第15年了。那在这我任职征文家商的5年来呢，我都接了我们联盟的这样子的一个业务，所以呢，这一次呢，邀请了日本的关西地区包括了三重、和歌山、京都还有大阪这几个地区的校长们来到我们台湾。那其中有一站一定是要来我们台南，尤其呢也要一定来征文家商。身为着国际教育旅行联盟的这个学校成员，每年咱有国际交流甲参访的机会，款待伫来自日本的校长甲贵宾，好好方面是唔敢来台湾。哎，那今天来到征文家商来做这样子相关的一些的交流。那下午的时候呢，会到奇美博物馆。那希望呢，在短暂的时间给日本的校长们呢，留下很深刻的一个印象。尤其是征文家商创校82周年了，所以我们的前两任的校长是日本的校长，对他们来讲特别有感情。那待会我们会再带他们呢，再去看我们已经进入80年的校长日式宿舍哦。在日本的校长团来到台湾，这个刚主要是参访的安。并甲吉米博物馆等所在之外，今日伊嘛专程到这十家乡做参访，对学校的环境、到教育资源，伊来听取着介绍。校长陈义新嘛特别准备了台南的山歌，甲这模特尤阿三，或者日本贵宾做着伴手，希望这个国际宴会当继续延续。下面新闻台以下模特采访报道。